家好，7月17号 DC 中乐团在 Surrey Center 举办的音乐会有一首我写的曲子索纳与乐队在山的那边。我这首曲子分两部分，慢板和快板。慢板描写大山的美丽，各种漂亮的风景，快板描写居住在大山里的人们与大自然斗争，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的景象。希望大家来参加，谢谢。